眼看七夕情人节马上就要到，娱乐圈却是赶上了分手季，有几对被大家所看好的情侣最近接二连三的宣布分手。网友表示，闺闺圈真的好乱，一波泪平一波又起，真的是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就在昨日，杨子和秦俊杰也遗憾的发布声明宣布二人已正式分手。六日的时候，杨子还去横店探望拍戏的秦俊杰，两人你浓我浓的画面让人羡慕，杨子甚至还坐在男友大腿上，只是让人却怎么也想不到，在11日晚深夜，杨子突然发了一条四字微博，物是人非，随后微博被秒删，细心的网友便纷纷议论起来，物是人非一定就是摊上事了，而且还是秒删。在这个分手季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就这一举动更是让人起疑。就在杨子工作室发表声明之后，微博评论都是喜到普奔，张一山冲压，快上啊山哥，从小到大她都是你的女人，躲不掉的。网友第一时间关注的是张一山的微博动态，而不是杨子秦俊杰。杨子秦俊杰刚刚公布恋情时，张一山也被捆绑热搜，这一举动就真的可以说明网友们是很希望杨子和张一山在一起的。现在张一山的微博也是彻底沦陷。